兄弟们，鱼塘抽水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。我们在这鱼塘的里面发现了有一个出气口，特别的大，你们看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。我们现在用铲子顺着这个出气口把它挖开，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哇，这个铲子挖不动啊，我们直接用手把这个洞给它抠开。哇，这个洞太大了吧，兄弟们，直接摸到了。哇，你们看这个洞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太大了吧，好像是一只乌龟。我去，这个乌龟的话至少有个3斤左右，太大了。还有好多的小乌龟啊，我去，你们看。哇，这个不会挖到了一窝正在冬眠的小乌龟吧。我们把这个洞给它抠大一点，把这里面的一个大乌龟给它拿出来。哇塞，太大了，至少有个3斤，好多小乌龟啊。小金龟太可爱了吧，这小金龟。喜欢户外的朋友们对着屏幕点点小红心。我们马上把鱼塘里面的水抽干，抽干之后给大家直播，这里面的洞口特别的多。